李先生，确定用这张做遗像的话，在这签一下字。你怎么不笑呢？你啊，<笑>来来来来来来，招一个。李先生，李先生。 我要去接了他，就肯定不会出事儿。死了，没到18岁就没事儿。法律会制裁凶手。没几年，他们还会出来。可是我女儿呢？我每天都希望理查公不要被捕。 一点一点慢慢的折磨死他们。你逃不了的，我会给人家你一辈子。我以前觉得，破了案抓了人，案子就结束了。小孩嘛，玩笑开过了头也正常。但是后来我明白了，案子永远没有结束的时候。那谁啊？ 这些坏孩子，知道犯了错，还受保护，可犯罪哪管他是大人还是小孩，都是他妈的坏人。